恋爱前的顾问。你好，大哥。顾医生这个人怎么给你形容他呢？极度的正眼睛。顾影皮上很交代，特难听。以后不要再恋情了，知道吧？恋情真的很难听。钟少华，休息一下，你帮我把地拖一下。怎么是你呢？出去。顾医生，我墙都不服，就服你。恋爱后的顾问。2, 1, come on, 好想谈恋爱，在夏天甜甜的恋爱。你在我眼里怎么样都很可能躲在他的爱。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难道不是你先喜欢上我的吗？说不过你，不跟你说了。那我们怎么去？只要你想去的地方就行。你愿意嫁给我？晚上好。